老弟，谁来了？不是，我来给你看看视频。不看。老弟，你记得前几天咱们一起吃饭，有个漂亮女生。你说腿很长穿黑色那个？哎，就她。我今天中午又遇见她了，她对我说：“你弟今天下午出来方便吗？”然后呢？然后我说：“我家有厕所，你不出去方便。”你滚！别生气，楼下现在有几个漂亮女生在晒太阳。你要不看会美女开心一下？看什么看？我有心情看了，滚！弟妹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你现在开门可能还会有惊喜。惊喜？媳妇儿，你那么乖，想死你了，换一个。老弟，吃饭了。你媳妇生病了，你媳妇在偷看你手机。老弟，这样完了，我感觉我做错了，把弟妹弄生气了。哄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一个大字，走！你给我站住，大长腿！你说什么？别以为你长个瓜子脸那么漂亮，我敢说你了。你再讲一遍。说你就说你了，不服吗，小蛮腰？讨厌。好吧，你为啥这么怕老妈？他爱生气。爱生气那叫公主病。公主生的病才叫公主病。你妈是公主吗？啊，你妈生病叫神经病。哎，老王，你就这说老妈的那就有毛病。老弟，老弟，明天老爸老妈一早就回来了，你看你要不要早点休息？明天一早起来，咱们把家整理整理。滚！行。快醒醒，老弟，醒醒啊！老弟，老弟，快醒醒！我醒了呀！醒醒啊！醒了。老爸来电话了，叫你接电话，在你后面。滚！老弟，老爸又来电话了。滚！老爸的电话呀。滚啊！老爸电话你都不接。滚啊！我叫你滚！老爸的电话你都不接。滚！老爸，他叫你滚。我先他们说。别晒了，吃饭了。媳妇，弟妹，这是老妈给你们做的小熊汉堡，怎么样？真好看，妈这太用心了吧？那肯定啊，咱们家老妈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用心的。你会做饭吗？我这么大人了，我饭不会做吗？我做一个西红柿炒蛋给你看看。
能换了吧？我能不知道吗，老爸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老弟，今天你生日，你连电脑都不玩？手机早就被老妈拿走了，又怎么玩？啊？哦，行，我先撤了啊。赶紧滚！爹。这没主机吗？这为什么你们？哎，这啥？媳妇，我出去一趟啊。行。为啥？陪着我，但我今天心情还挺好的，陪着你，我心情会不会受影响呀？开玩笑，我开玩笑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妈，我来还没吃饭呢，给我蒸点饭吃呗。我还想着吃饱了和你们说件喜事呢，关于你们当爷爷奶奶的事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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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爸，你夹那么多菜我都吃不到饭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要吃饭，你夹那么多。什么喜事呢？爸妈，你们是不是想抱孙子孙女？对，也就是想抱小孩，对吧？对，差不多。是这样的，我呢给你们找一份工作叫月嫂，这样呢你们天天就能抱小孩了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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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